由之女主角奥利花·纽顿·John病逝，终年73岁。经典歌舞片《由之》，女主角奥利花·纽顿·John Olivia Newton-John 在香港时间今日凌晨传来她离世的消息，终年73岁。Olivia 的老公在社交网发文说， Olivia 星期一在南加州的自家牧场安详离世。她在1992年患了乳癌，抗癌30年，曾经两度复发。她积极同癌魔对抗，还创立同名基金会。老拍档专特拉华达就在社交网发文悼念，他说好爱 Olivia， 说他令到大家的生活变得美好，他的影响令人难以置信。麦嘉琪庆祝46岁生日，带女儿由内地享亲子乐。麦嘉琪今年有女儿陪他庆祝46岁生日，11岁的绮晴遗传了妈咪的大眼睛和牙尖嘴利的性格。嘉琪近年转战内地，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北上，她还被老公投诉忽略了家庭，所以放暑假她就带女儿回内地，还成日分享和女儿亲子乐的动态。以晴4岁的时候曾经和妈咪接受明州亲子访问，嘉琪曾经说过硬碰硬只会令女儿更加反叛，所以要以柔制刚，避免冲突和摩擦。现在女儿大过女儿，两母女的感情亦都非常亲昵。